石头人的消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他带的是 TP。上上上上上，打一把，看能不能搞个头，买个长剑。哎，可以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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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！一个人头，这医学还是很重要。谁拿了剑圣？哎，给我拿了就好。我要是拿到一个人头的话，这上路会很惨。拿助攻没什么用啊，不过多一点经验值可以抢二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把他敲回来就能把他杀掉。但我得控线，我就卡了一个兵的经验值，这兵不要点，千万不要点，打这种短手不要点，他如果不来就过兵线，对，不给他过来，不给他出来了，他吃不到经验值。真就不出来嘛，你兵不吃了，行，出来我就硬打你，啊，硬打你，哇，他居然点那个吃药，好，我点死你，打了个五五开，但是我快二了，我要把他放出来，好，放出来了，他死了，跑不了了，你闪现交了没用了，我切换琴弹，你死了。啊，这先交闪现把他锤出来就跑不了，赶快吃药，他打野可能会来，他有 TP 的，所以我这波线压进去我得回，线压不进去是不行的，很伤，学个二级加农炮，要快，这时候一定要快，不能再打了，好，跑，赶快跑，趁他打野还没打完红蓝 buff 的时候回家。 OK， 补两把长剑够了，第一波，这第一波跟着我们剧本再走，好，可以开始猥琐。蓝枪下去了，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用猥琐了，这里给个信号。我还是可以过兵线压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打野位置，进草丛。一炮 ，OK。进草丛，就卡住他就好，不给他过来，很难受的，他也没办法。硬拼是拼不过的，不可能拼过杰斯，更何况我两把长剑的杰斯把他头都敲通了，可以切换锤形态吸一点蓝，他现在好像有点好，注意这波我的细节了，吃个药敲过去，先卡位 A 他好像不行，敲点三炮，哎呦门歪了，哎，这波一套秒的呀，我感觉情况不对，情况不对，蓝枪来了，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蓝枪来了，这个走位就告诉了我蓝枪来了，100%离他不远，这就是意识。这波是不可能上的啊，这波是不可能上的。哎呦，蓝枪在下路，那个这个往前走就感觉他有点愣头小青年了。我刚才被他的这个轮胎给缓速了，我走不到他的身后啊！好，这时候切换锤形态，西兰。好，他死了，先卡位。哎，我被小兵卡死了，给点燃了，一小豆豆死掉，刚好啊。OK， 完美，直接回，塔皮不吃，可吃可不吃，我直接回吧。锤形态起手，
锤形态敲过去的时候，开 W A 他一下，敲他一下，再切换炮形态，开 W 点他三下，一个加农炮，这一套基本上是扛不住的，暂时都扛不住。只要你技能全中，好，我们现在是锤形态，嗯，先敲过去，吃个药，好，敲回来，点点点，加农炮，再点，我只能换，我只能换，不要被蓝枪摸到就转，转 ，OK， 这波是没法跑了。不亏，这也卖了，买鞋子。在这个墨菲特六级之前，我要疯狂的压制他。六级之后，我就不打他了，因为他配合打野很好杀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Enemy killing spree. 我又闪了。杀蓝枪杀不了的，因为技能在 CD 了，所有技能都放了，杀不了的。我又被我还得扛塔，这肯定杀不了。这波他还没到六，我算了。耶，你几个意思啊？这线先控回来了，控回来了。好，果然一炮就觉得不对劲啊，这波就觉得不对劲，果然在，哇，他蹲了我两波没蹲到，其实对他来说很伤的一件事情。你又不敢打我，你还敢强杀我不成？对吧，你又不可能强杀我。这蓝枪一直在蹲我，想杀我一波，但不可能的，我已经有警觉了，炮轰他一下 ，OK， 蓝枪可能还没走，好，走了，那你调皮，一条，你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没用了，被烫死了啊，他这个大回头肯定没用了，因为我苍穹锥敲过去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死了，他开大来不及了，蓝枪在中路露头了，所以这波我才上的，不露头是不能上的。南枪在地图上出现的那一瞬间，我就已经开始走靠近他了，所以一定要观察这个地图，一定要观察的仔细。西兰，这样我还能再抽一波兵。这个南枪很无奈，上来帮他蹲了两手啊，浪费了他很长时间，但没有任何的效果。好，我可以走了，这个塔皮应该是吃不了了。不吃了，吃的话太耽误时间，补给一下。我的爆发值非常高，正在充电，插了个眼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波抽奖，还有两次抽奖，500块红包开抽。这个蓝枪蹲了我大概有足足两分钟时间，他这两分钟时间没有一点点收获，其实很伤的。他抓了两波，上单的防 gank 意识一定要很强，因为上路的线很长，而且很多时候上单英雄都是那种短手的，一抓就死了。必须要计算出对面打野的位置。你像这波，我就不知道南枪在哪里，那我也不可能上去打他，对吧？我甚至给他大我的距离我都不给，包括这个中路也不见了。那我现在会观察这墨菲特的走位，他的走位其实会告诉我他的队友会不会来。啊，当然了，有的老手啊，他的走位是不会让你看出来的。很多时候我在打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比如说我的打野来了，那我不会惊动到对手，
对吧？我的走位反而会感觉到畏畏缩缩，其实是隐藏杀机。你看，这个时候我其实在观察墨菲特，你不要看我在补刀，但我在看他走位，我也在观察他的中路小地图。你看现在，好，男枪在中出现，一二三吃药卡位，直接秒了，因为他蓝枪在中路露头了啊，所以这波我是直接上了。所以我的每一波出击啊，都是看好对面资源的，中野和下你都要看，因为有时候辅助也会来抓人。他们中野不见了，但这波很大概率是打小龙，所以我可以赌一下，赌他们没有来上。好，把他这个塔直接拿了。这，先出复活甲，因为这个秒表呢已经用了，不出复活甲的话有点占格子，开点钱。再收一波好，我们可以考虑拿峡谷，然后到下路带波节奏。好，直接去中了。这个小怪就不吃了，他们现在有点崩，我把这个峡谷拿了先。然后把上路线压过去，防御塔快脱落了，算了，不开了，不开了，先这塔皮应该是过去开也行啊，那我还吃兵吧，这兵线还是蛮重要的。这经验值不能丢了。推上二也行，都可以。他男枪在下，石头人 TP 下路了。好，这一波呢就不用想了，肯定是，对吧？拆上，把他上二推了，很舒服的。回手蓝，这波我很赚。还能再撞一波，护一下这个峡谷。好 ，OK， 撤，可以了。任务完成，回家推中和下，把他们两个外塔给拔了。上路高地应该是拆不了的。来个复活甲，然后黑切啊，我们这把还是走半肉路线，我毕竟是上路。半肉好一点，好歹我能够先手，反正没人开团。推他中塔吧，蓝枪在，但他应该不敢抓我，他知道我装备很好，我先给他一炮。
我这时候要小心啊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来很多人。先推他塔，打歪了没关系。好，我就耗着就行啊，我就耗着，他们都去下了，我这波赶过去，赶过去。好，他的石头人大放了，是不可挡放了。这波下龙炮如果位置好的话可以收一个，但是我应该被发现了呀，我应该被发现了。这女警可以试一下，好，他走位走得不错，可以卖，可以卖啊，毕竟有闪，这个男枪溜得快啊，是男枪，可以，原来在这里，走位，好，敲过去，给点燃，西兰，西兰，西兰，敲，点点点，哟，这给他躲了。这波闪现连打带跑啊，但是加农炮没把他收了。我留了，我任务也完成了，差不多了。这个蓝可以考虑给我吃，我现在装备很好。队友吧，来个 CD 鞋，上路的兵线过来了，我得上去一波。这个线一定要看住啊，一定要看住，别不管。将战锤砸下，这中期还是要注重发育的，不要优势就疯狂杀人，不管兵线那不好，你打着打着就会发现你很亏。啊，这波赶过去来不及了，那我们就先尝试偷一下他的高地。偷高地塔也不错的，我离得太远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，这波没闪。拆不了了，拆不了了，肯定是拆不了了。他队友来了，这艾克很肥，男枪我可以试一下。可以试一下。他的锤石在后面，先加农炮起手，歪了。算了。这波追不起来啊，追不起来。没有追击的条件，蓝不多了，这波他们可能要开了，但是呢，我先加龙炮，点两下，往后拉，小心势不可挡，骗他勾。这波蓝不多了，好撤吧，蓝不多了。恭喜000获得红包，这果子，我得下去，下去吃一波。中路不好拆，中路有点肥，爆发有点高。先收波兵，吸点蓝主要是。继续，快没了。我锤形态平 A 是可以吸蓝的，
好。这不能追了啊，那边太黑了。这个人头宁可不吃也不能追。好，可以，队友杀了。我蓝不多，蓝不多。加龙炮，好，他死了，空蓝了我，可以拆，可以拆，这石头人守不住了。不用理他，没关系，不用理他。好，撤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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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补一波，先把黑切出了。再来一个鬼刀，我现在的防御能力够了，来鬼刀正好。啊，不来鬼刀，来这个吧，这个好一点。我 CD 已经满了啊，我出 CD 血了。先打中二。把这边的眼排一下，现在我的下龙炮还是很强势的，再拖个十分钟就打不动了。他打不动了，一炮很痛。他石头人直接开我是没用的啊，因为我复活甲，而且我很肉，我出了黑切，但是我不能走位太靠前了。可以利用我们的移速来骗他技能。这石头人想开，但他没机会的，开肉我也没用，我能站起来，而且不可能一波把我秒掉。好，可以下二，这波再转他一手下二，好，撤，我们可以考虑大龙了。他们都不出来接团，他们也知道打不起来啊，这出来开肯定输，所以他们哎这波打起来了，但是我已经拉得有点远了，没关系，来得及，先来加龙炮。好，好像敲，我在扛塔，投了，放弃了，他们放弃了。